Hello，大家好。对。吃个早餐，我要去丈母娘家，很多年没去。准备出发，把黑仔也带上，啊，不然在家一个人流浪。不认他们，只认我。这一家人出门，行李还是挺多的啊，就是衣服在里面，塞都塞满了。你把它坐进去。姐姐，它就是。出发喽！走哎，啊，走啊！走。第一次去湖北外婆。第一次去哦，十多年，你真的是好久没去过了，还是去年去的，去年又没去。还是生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去过一次，是吧？后面都没去过。他是第一次去。大广高速即将到达新丹北收费站。靠边一点，大家手短了。200米靠左行驶。我们家庞爷开车要劲爆点的歌曲。过收费站后，200米靠左。好了，别了。这里有啊，你自己看呀、啊。靠左行驶，往左边，青鱼、长沙、广州方向。哎呀，我黑子趴在这里看风景哦，眼睛在这看一下看一下的，好搞笑。好可爱。我还说他在上面会不习惯呀、啊，还好。上高黄石方向，往上高黄石方向。黑仔，看我们吃东西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辣条也。然后给他吃，拉便便。哎，小心拉便便，不小心吃。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。刚才下车他就不去。他没去吗？没有。没他一直在外面，他一直在那个草丛里面玩。没有拉尿，也没拉屎。没有。下雨喽！超速通过。哇，这太美了吧！哇，就是人间，感觉在那个夜。好漂亮！好漂亮！哇，全部在烟雾里。雾蒙蒙的，这什么桥啊？前方桥梁限速降低至80。堵车了，还有150公里。开着开着又天黑喽，马上就要下高速。前方5公里，经过二广高速中祥停车区。走了多少小时？将近九。出来晚了一点，9点多出来。现在马上就到6点了。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。8个多小时。嗯。即将到达无极收费站。下高速。请注意，过收费站后靠左行驶。哎，靠左，你在这个哈。人工绿色就人工通道。请注意，过收费站后靠左行驶。看多少钱？现在终于到了，哎呀，丈母娘在弄菜，在那等了半天，以为我们会早点过来，说的4点5点，结果搞得这么晚。这里比我们那边冷多了。
两天我去，明天见大去。嗯。好高火，又高又高。烧到这个不冷了吧？天冷吃食，吃这个火锅最适宜了啊。嗯。这个炉子确实一个好家伙，下次看见你搞一个。弄一个吗？弄一个，我们那里没有。刚刚来的要死，现在衣服都扒了。没有适合的房间弄，我们那边。要弄一个这个，确实舒服。舒服哈，就是要小心不要被烫着就可以。要围一下。你没吃过的盘龙菜，啊？你没吃过吗？好像你吃过没有盘龙菜？我以为马铃薯嘞。我就知道我们这边的盘龙菜，肉做的。这个吃的比较多。好香！好你的表情。小杯子才可以一杯一个呢。我回头了，你打一个。好吧。那你给我，你给我一个。我妈妈。这个孩子把他们给吃烤垮了。爸爸。哥哥。哥哥。这是包子。第一杯干了。来吧来吧。啊，这个来干。你这来干了。哎呀，姐姐。这几只大，慢点慢点。就上去吧，老人家就上去。呀。高粱酒。啊。高粱酒。喝。这个杯子小哈、啊，少倒一点。高粱酒劲大。高粱酒。哦，来点白菜，白菜。还吃饭吗？嗯。我爸爸吃的都流汗了。看到没？这真的，下次我们也要搞个这个炉子。你们那有柴？有柴有柴。